弱小女子，竟敢刺杀本司令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老鬼子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想死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叫你生不如死。姑奶奶，我就是变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总司令阁下，把他交给我吧。 一定会让他供出同伙。什么人？头，鬼子进来了。大海，月月，守住门口，挡住鬼子，尽量拖延时间。好。 其他人，跟我走。好。你们两个，赶快出去挡住他们，把他交给我。 你们几个无名鼠辈，想杀死我，自不量力。老娘今天就是死，要杀了你！呀！
走。
把东西交出来！不交！你到底交不交？不交！ Sayonara！ 这是我们中国的国宝，不允许你们日本人践踏。我们替南京30万冤死的中国同胞报仇雪恨。 快走！走！
钱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刚才是我妹妹，先给大家热个身。你要是看着好，就多待一会儿，我再给大家来一段，好不好？好。想要看的话，请到圈外。你们在这儿，我们怎么表演？表演？哼，花拳绣腿，敢跟我们比一比吗？我们是卖艺之人，从来不跟别人一比高低。那就是不敢。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刀是所向披靡的。不跟你比，并不代表我们怕你。那就来吧。还是不来的好。不来，哼，那就陪哥几个找个地方玩玩呗。姐，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他们。哟，这花姑娘有点意思啊。就让我陪这花姑娘玩一玩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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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闭上你的臭嘴。花姑娘是你们的祖奶奶。呸！拉着。惠子，您出去了这么一趟，回来心情就变好了。是啊。能告诉我，是谁的手里有这种灵丹妙药吗？你真想知道？当然。是侯亮。他。大王，大王，
散了吧，散了。赵云鹏。 鬼子来了，你们先撤，我来引开他们。。小心，撤。在那边，注意。 我决定了，这个以怪制怪、以灵制灵的跳蚤小队，就由你来组建。 闲事了，姑奶奶，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们这些有人养没人教的混蛋王八蛋！哼，口气还不小啊！ 晚上八点，你们带上自己的人，跟我秘密进入伏击阵地。嗨！
边有家咖啡厅，咱们去那儿歇歇脚。好，走。你是不是又要骂我了？骂你？为什么要骂你？你过去不止一次提醒我，说我爱冲动，遇事不经过大脑，干起事来毛手毛脚，丢三落四的。今天我还……今天怎么了？今天你做得很好，也很对啊。你说什么？雨涵，月月，你们都听着，我们是抗日战士，保护人民的安危是我们的第一要务。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骨肉同胞被万恶的日本强盗所欺负、所凌辱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挺身而出，哪怕是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，也要保护他们的安全。喂，大舅，是我琴琴。琴琴，什么事儿？我二舅来信了。你二舅在信中怎么说？我二舅在信中说，我姥爷现在病重，已经卧床不起了。我二舅还说，我姥爷的病是细菌感染引起的肺炎，必须抓紧医治，要不然殃及生命。我知道了，你转告二舅，就说我会给姥爷找到特效药的。已经全部部署完毕。警官长，您说他们还能来吗？什么意思？这按常理来说呀，他们是来运军火的，他早就该现身了，可是到现在这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您看，没有动静，那就是快了。
队长，他们来了。影帝，有救了！他们来了，爸爸。急什么？让他们再往网里钻一钻。这里怎么这么安静？咱们运送军火的人怎么还没来？不好，有埋伏，快撤！吉安庆消灭古剑锋和蛟龙特战队之后的又一杰作，他们就是威风八面、大名鼎鼎的小分队，而他们的队长白蜡，又恰恰是古剑锋的妻子。这既是一种巧合，也是一种必然。凡是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的，统统都是死路一条。半个小时后，他们就会成为我的战利品，沦为阶下囚。小分队跑了，教长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来人，去通知山田芳子，只要拖住他们，消耗他们的弹药就行，不能让皇军士兵无谓的送命。嗨，等他们的弹药消耗完了，我们自然手到擒来。
没事吧？给我看看。没事，就是伤了你的眼睛。我看看。没事。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就好，守住自己的方位，别让敌人绑了脚子，找准时机突围，出去一个是一个。是，头，鬼子上来了，别急，放他们走近了再打。 王子，快送医院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
摸过去，先躲马，还没等小鬼子反应过来，咱们的小天瓜就已经砸在了他们的脑袋上。只要小天瓜一爆炸，咱们就趁乱快马加鞭的冲出去。月月，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有指挥才能呢。你才看出来呀，你的西施妹妹不白给。咱们先绕过去。
住啊！组织埋伏的部队，绝不能放跑一个。降吧！投降？哼！我岳云不知道什么叫投降，就是用马蹄踏，也要踏碎你们这些小鬼子人头！岳云，好样的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！给我冲上去，活捉他们！
封锁了出口。鬼子追兵说话就到，再出不出去，咱们就让小鬼子包了饺子了。要不我先去打个头阵。听从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蛮干。怨我，都怨我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你的事等回去了再找你算账。